明天是我们最后的机会，我希望各位要做好最充分的准备，明天的行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。为了大队长的功劳，为了帝国的未来，我们要以死相命。保护干先生，抓住他。杀我？不能，你必须得死。我没有跟日本人合作，我没有把密码本交给他们。可是你脑子里装的东西太关键了，你不死，就会有千百万同胞替你死。我可以躲起来吗？我可以投降下去，我去种田，去当个农夫，好不好？我们都是中国人，干嘛非要中国人杀中国人呢？我不是汉奸呐！日本人会找到你的。现在战事危机，我们没有能力保护你，不能用千百万同胞的性命来冒这个险。传过去，赶紧的！是。那就你们一定放过我的孩子，一定要把他带出南京城。否则日本人会找到他，到时候会把他关进一个天皇幼儿园的。去天皇幼儿园干什么？啊，对，我告诉你们一个情报，天皇幼儿园那里关的孩子都担负着重要使命，这就是他们的最高秘密。我把情报告诉你们，求求你们一定放过孩子，放过我好不好？我给你磕头了，我给你磕头。啊！我不是汉奸，我是。孩子呢？跑了。看见你们没有？看见了。这么高，怎么？撤！撤！起来，嗨！川岛义夫，你知道吗？就在我们大日本帝国马上就要彻底征服支那的时候，这个大好时机，让你白白的给断送了。你知道你的罪孽有多么深重吗？嗨！我愿意切腹谢罪，白哥。你就是切腹谢罪，也赎清不了你的罪恶。我怎么交代你？啊，怎么交代你？白大姨父子俩必须灭口。我是不是这么说的？金水，你说。可那还是个孩子，你总不能赶尽杀绝吧？孩子，那是一个能够认出你们俩的孩子。摊上跑到日本人那去指认你们，我们全都得被斩尽杀绝。必须把孩子给我找到，然后把他灭口，要不然我灭你的口。
今天我是来给大家庆功的。这次行动完成的非常出色，我已经向戴老板那边为在场的诸位请功了，戴老板也让我转达他对诸位的敬意。大家都是党国的英雄，不过鉴于现在处于非常时期，只能是小规模的庆祝一下，等到抗战胜利了，我再为大家召开庆功大会。今天呢，我特意带了一坛陈年老酒，为我们党国的英雄们犒劳。在这次行动中，金深水表现得非常出色，为党国立下了汗马功劳，我们首先要感谢他。下面请他为我们开酒。递完酒，我想先敬中山门酒。今天是你一个人在场，你会杀了白大姨吗？会。那怎么办呢？那是我应该执行的任务。如果同样的问题我问你，你怎么回答？我。多亏了葛老仔，要不然晚上的庆功就变成了兴师问罪了。看来把庆功酒耽误了。你最近还是应该多注意点，川岛和李叔都在怀疑你。我看你还是冬眠吧。
你也一样。川岛，任何蛛丝马迹都不会放过的。我知道，我不会让他们找到把柄的。那个孩子怎么办？我去找。好。把他解决了不就行？哥哥，求求您了。由于我的过失，使帝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，我百死莫赎。青子，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，好好活着。一定要回到本土去。是。对不起，陛下，请允许我再次和您诀别了。川岛君，中村将军，求求您了，再给我哥哥一次将功赎过的机会吧，求求您了。不，你哥哥的罪过可以说是百死莫赎。不过，川岛君，你现在还不能死。刚刚接到东京总部的命令，藤村先生马上就要来南京了。他肩负着一项重要的使命，他的实验能否成功，关系到我们大日本帝国对大中亚公共权的绝对领导地位。川岛君，你是特务机关长，所以你要竭尽全力保证实验成功。等完成了这次光荣的使命，你再来谢罪。川岛君，这颗子弹就是从白大衣的身体里取出来的。记住，这亦是你的耻辱。从今天开始，你要把它每时每刻都带在身上，千万不要忘记，这就是你的罪孽。金子，今天早晨你为什么和他在一起？早上深水君约我一起吃早饭。金子，你要记住，你是一个日本人，他是掠党的支那人。如果我们把中国人看成是劣等的支那人，
那大东亚共荣又从何谈起呢？不要跟我讲政治。你们什么时候分的手？他把我送到幼儿园，就回保安局了。哥哥，你不会是在怀疑深水军吧？深水军对我们大日本帝国是绝对忠诚的。够了！你听着，以后不许你和金深水来往。哥哥，你误会深水军了。这不是误会，这是命令，不许见他。我爱深水军，这一点，哥哥你是阻止不了的。金子，我没有你这个妹妹。我们也没想到，金深水他转眼就不见了。我不听任何理由。金深水，白大姨之死，你脱不了干系。李处长，您消消气。他是道高一尺，您是魔高一丈。不，少他点废话，滚出去。是是。金深水，我早晚要让你现形的。齐馆长放心，这件事我一定尽快查个水落石出。放开！什么叫尽快？保安局这么重要的地方，居然隐藏着重庆政府的人！你这个保安局长居然什么都不知道，还跟我说什么尽快？属下失职，属下愿受责罚。一个星期，我给你一个星期的时间，把那件的头交到我那里去。是。我这是你自己的。敲门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局长，对不起，赖我。齐馆长保护的人被杀了，非说我们保安局里有内奸。过去这些事，日本人连沾都不让我们沾，现在出事了，把屎盆子全他妈扣到我们头上。说，有什么事儿？局长，您让我送的东西我送到了，送到了。好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如果能够得到土肥原将军的垂青，就不是这个窝囊气，就不用这么整天提心吊胆的过日子。可是，怎么了？昨天被人跟踪了，跟踪了，一出门就被人盯上了。那件事被发现了吗？不不，那当然不会，我把尾巴甩掉了。肯定是鱼猴子派人干的。可是我觉得，这件事也未必是于副局长所为，也有可能是李世武。他也跑到鱼猴子那边去了？这个我不敢下猜。不过李世武现在深得机关长赏识。他李世武也想占我这个位子？
好休息啊。嗯。以后咱们做事要更加小心。季馆长让我们查内奸，还不知道于猴子他们在背后搞什么幺蛾子。我知道。在这儿跟丢的急诊室吗？是，就是。哎呦，纪委爷，里边请。把你们老板叫来。快去去。这位大爷，不知道您叫小子来有什么吩咐？我们是保安局的。有一个叫金深水的人，你认识吗？啊，您说的是金处长，他也是你们保安局的，是咱们这儿的老主顾。他都多久来一次？是一个人来，还是和其他别人一块来？都有什么人跟他一块来？这都是金处长的私事，我们也不太清楚。你少他妈跟我扯别的，我问你什么你就乖乖的回答我。好。我随时随刻都可以让你消失，你知道吗？军爷，军爷息怒，军爷息怒！我说，报告，季馆长，刺杀白大姨的案子已经有了眉目。保安局的奸细查出来了，现在还不能确定，但已经有了线索。不是要有线索，是要水落石出。属下明白。这是什么？根据掌握的证据，属下分析，保安局内部的奸细很可能是一个上层人物。我怕再继续查下去。明白了。接保安局卢局长，卢局长吗？从今天开始，白大姨的案子由李事务负责，你来协助他。好了，就这样。李局长，从现在开始，白大姨的事情直接向我汇报。是，请你动作要快。明白，我会竭尽全力的。去吧。金深深，告诉我，白大姨的儿子查的怎么样了？还没发现线索，估计可能已经离开南京城了。我可告诉你，你少糊弄我啊！我没有。你要是糊弄我，我可是说到做到，听见没有？现在李事务对我查的很紧，我不敢动。就连刺杀白大姨那天，我去的那个茶楼，他都查过。金深水现在的处境确实很危险，咱们得想办法应对。我建议，为了金深水和地下组织的安全，将其撤离。不行，绝对不行。金深水现在在保安局的职位，对我们太重要了。这一撤，前功尽弃。深水他已经为组织上立过功了，他要是一撤，没有人能够替代他。可他万一要是暴露了呢？不是还没有暴露吗？再说了，即使有这个问题，我相信深水有能力摆脱这个困境。都不要说，我明白。哎，不管什么时候，我都不会撤。李事武那边，您放心，我自己想办法对付。这样吧，既然你可能被怀疑，你从现在停止活动，我这儿你也别再来了。需要的时候，我派人跟你联系。好了，今天到这儿，你们先回去吧。好。灵儿。爹。
最近怎么了？是不是对他有点什么了？没有啊。你怎么会这么问呢？没有就好。我告诉你，干我们这行，不能产生任何个人感情，这是条忌。我要发现你违背这个忌，那我翻脸不认人，我严惩不贷。爹，你放心吧，我不会忘记自己使命的。那就好。哎，别走，没说完呢吗？自己的使命，付出自己的一切。现在，别看我们做出点成绩，上辈嘉奖我们，这不是个好事。我们现在处境就更加艰险。如果这种情况下你要掺杂点个人感情在里面，就要出事，就会贻误大局。我们要全部跟着完蛋。我都知道了。报告处长，金处长修车地点已经找到。好啊，赶紧去看看。是。局长，局长，完了呢。局长，本应该亲自去向您汇报，还麻烦您跑一趟。哎呀，哪里哪里啊，这都是被红军效力啊。是吧？最近那个案子调查怎么样了？报告局长，已经有了重大的突破，用不了多久，隐藏在保安局内部的江蟹就会浮出水面的。好啊好啊，到时候机关长一定会重重的嘉奖你。谢谢局长。不过是我啊，咱们办事也要讲究方式方法。局长，您的意思是？我听说你最近把调查的重点放在了咱们保安局的某些人身上。局长，我只是按照上面的意思办事，绝不放过任何的蛛丝马迹，没有要为难任何人的意思。好，哎，走走走。是我啊，你秉公办事非常好，我支持你。谢谢局长。但是咱要顾及兄弟之情，手足之谊。属下不敢。是我，我知道你立功心切，想抓条大鱼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咱们保安局啊，现在出内奸这件事闹得是人心惶惶，真是不可收拾。如此下去，咱保安局怎么开展工作？局长，您的意思是？是我啊，你的眼光不要总盯着咱们保安局的中上层，是不是？你想想，咱们保安局能有什么敌人？大家都进保安局这么多年了，谁不知道谁的敌啊？他蒋家王朝再厉害，他能让咱们保安局安插什么呢？是不是？倒是下面那些人嫌疑性最大，底下那些人。局长，这么多重要的情报，底下的人他不……哎呀，你看你看你看，幼稚了不是？下面那些人流动性很大，有些人呢，什么搞点小动作，搞点小名堂，是吧？相对也方便呢。所以，重点是下面那些人。是，局长。听老哥一句劝，凡事不要急于求成，那样对自己呀，没有一点好处。多谢局长的教诲。好。
石娃，这件事啊，你自己权衡着办。是局长。来，拿着，小朋友。哎，好吃吗？嗯。别过去，别过去啊！为什么？日本鬼子要把我们全部抓起来，全部杀掉的呀！不会的，他们会把我们送到幼儿园里去的。幼儿园？嗯，我在幼儿园的时候看到很多很多像你们这样的哥哥弟弟，而且天天有糖吃，还有新衣服穿呢。这个小饭店啊，日本鬼子没有一个是好东西，他们把我们的爸妈全部都杀掉了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。小朋友。给你糖吃。快跑！快跑！站住！站住！别跑！快！停下！站住！站住！快点！站住！站住！听见了，警察。罗晋，当说便说，不该说的话就让他烂在肚子里。小子，记住，先上班。你过去。刚才那个叫灰灰的孩子跑哪去了？不知道，我真不知道谁叫灰灰。就是那个个儿不高，比你矮点，眼睛挺大的，留一个这样的头发那孩子。哦，是那个小汉奸啊！你为什么管他叫小汉奸呢？前天吧，他在街上瞎逛，我怕他被日本人抓起来，所以让他跟着我。可是我觉得他挺乐意让日本人抓走的，所以我们管他叫小汉奸。日本鬼子抓你们干什么呀？这是很长时间的事情了，日本鬼子经常在街上抓我们这种小孩。听小汉奸说要送到那个什么幼儿园去。我告诉你们一个情报，天皇幼儿园那里关的孩子都担负着重要使命。这样，这两天你替我照顾好那个小汉奸啊，不许欺负他，更不能让日本人把他抓走，听见了吗？对不起啊，要不是因为紧急情况，我不会把你留在这儿。你出什么事儿了？我又看见那孩子了。什么孩子？白大姨那儿子。对啊。他不是，咱们不是已经找人把他送出城了吗？你在哪儿看见的？就在城里啊。不知道为什么他没走城啊？怎么搞的？这事儿还是不能让阁老知道，否则孩子会有危险。赶紧想办法把他送走。我安排。另外，我听说日本人到处在抓流浪的孩子，都把他们送到了天皇幼儿园。天皇幼儿园？难道白大姨说的事儿是真的？静子在幼儿园工作，她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？没有，从来没有。啊，这件事真的很奇怪。嗯，这事儿你别管了，我来查吧。你现在处境很危险，我听说李树可能已经掌握什么证据了。
你千万不能贸然行动。好，走吧。林小姐，秦副处长。林小姐晚上有空吗？我们一起吃个饭怎么样？多谢秦副处长的好意，不过今天晚上还是算了吧。怎么？哦，看上去林小姐的心情好像不太好啊，是不是金处长又批评你了？可能是我今天把机要文件给他送晚了吧，都是我不好。哎，金处长也是，这么点小事至于发火吗？看他太不懂得怜香惜玉了。金处长今天心情不好。不，为什么？我听见他跟吴局长抱怨，说李处长最近总是为难他。这李处长也是，有点过分呢，连卢局长的红人他都敢动啊。哎，这次不是机关长亲命李处长负责的吗？连卢局长都得让他三分呢，想必事成之后肯定是前途无量吧，所以他才得竭尽全力。那就只好改天再请林小姐吃饭了。好啊，多谢了。嗯，好。时光啊。哦，尤局长，我正找您呢。有事儿啊？哎，来，您请，到我办公室。好。你这些消息是从哪儿听到的？从林科长那里。哦，这个李世武看上去就是一介武夫，成不了什么大气候。机关长怎么会把这件事交给一个有勇无谋的草包来负责呢？依属下看，这正是机关长的高明之处。您想，这次我们护送白大姨的秘密行动被泄露，明眼人一瞧就知道是咱保安局的内部高层人士所为。咱保安局的水本来就很深，谁没有一两个靠山？这要是调查下去，肯定就会得罪一大片人。要是换成金处长和卢局长他们调查，到头来也就是找一两个替罪羊顶缸完事。现在要的就是像李处长这样的好大喜功、心无城府的人，来把保安局的浑水给搅起来。到时候，真正的江蟹肯定会有所行动。机关长的意图很清楚，他就是要在一边观看。谁的动静越大，破绽就越多，疑点也就越大，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嘛。局长高见。哎呀，可就是这次事故，如果真让这个瞎猫碰上死耗子，把江蟹抓喽，那这个李世武的功劳可就大了。到时候，保安局可以说，就杀出一匹黑马呀，连我的位子也要拱手相送了。那局长，您的意思是？不急，世王啊。我想，现在卢局长比咱们急，就让这个老卢和李世武去斗吧，咱们在一边观看，等时局明朗化以后再有所行动。